啊哈，有人管人，管不能饼干。所以，你这么让我惊的，那咱这个上海哦，这个彼此之后就是上帝的命令，哦，是耶稣做我一个榜样，可能对人去做。哦，咱相信当咱的嘴宣告出来，是管不能饼干，管不耶稣，管不主跟你同在，哇，这上帝这么个灵感，哦。这里上帝的生命，有摊不是到给你比来哦，给几个日子嘛，不给两个日子就给你。啊，复活节哈，复活节啦，啊，复活节要紧不？啊，紧哦，啊，这些人庆祝这里圣诞节，哇，圣诞节我穿个红红啊，啊，你看我这复活节就无啦，复活节好，哦，哎，好，复活节好要紧。啊，你看奇怪哦。啊，圣诞节我只要欢喜 happy 的话，要去一边，要去一边啊！复活节你想啊，无啥物啊，后尾有年是咯，后尾有年啊，嗯，后年吼，伊去啊，刷屏尾吼，一人几啊，一粒啊，五粒，一粒，一粒，一粒 ，OK， 哦，复活蛋哈 ，OK， 咱们想做啊，那所以呢，你今晚有单子，咱人，哎呀，就是忽略了复活节这要紧的意义哈。啊，唔知你是否可能不明白哦？圣诞节有一啊侪人庆祝，但是复活节反而是点正正的款哦。OK， 等一下要紧啦，咱陪伊庆祝复活了嘛，有做复活了。你相信复活没？弟兄们，啊，相信吼？哦，相信咱就变做啥物件？啥物？讲，就是你啦，讲耶稣复活了。啊，你找微信做一个开讲，啊，啊微信做嘞。啊，朋友啊，你看人家耶稣过了，啊，来传福音，啊，看到伊没有笑，复活了，哎，复活，是人死过过了，无遐个代志哦，哦，但是咱想想，啊，人死也免去过了，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好个问题吼，啊，看到只啊未就白耶稣的人嘛是有相信咯，啊，但是你看吼，人只奇妙，当亲人吼，亲人过世的种生意都变好，希望伊咯，哇，都对吼，买离开我，哎呀，忙你早去啦吼，啊，我都对啊，摇伊请哦，我计叫伊讲过世的种生意，阿公，你咩起来？阿公个呐，阿爷公无插我，真一个人是物啊，有一个盼望希望咯，哇，伊失去的个亲人。一个来活对，但是真奇怪吼、哦，你跟人讲耶稣复活，就一偏偏无相信哦，是不是吼、哦？你感觉就是问题咯。哎呀，亲人过身，点先都希望伊活起来，啊，跟咱平平。但是耶稣复活，偏偏无相信，啊，无希望，啊，无插伊。啊，所以人就是一个偏见。啊，所以弟兄们，复活是一个真要紧。代志啦，啊！今日耶稣个死咧，就是复活，和每一个人心里人都同你生命，啊！所以佮你圣经就是讲诶真理，啊！就是佮咱讲到耶稣要来替咱人死，要替咱人来复活，接掉咱人心里，咱人都所停留，同到这复活的生命，同到复活的盼望，哦！所以今日要同大家讲一个啥要紧地方是。复活的生命，大家讲复活的生命啊！你有复活的生命无？有啦吼！你有要相信啦？你今日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相信，我是复活的生命，复活的耶稣在我内面。今日我喺你带哦离开了，哇！我就是见到主的面，主给我新的身躯、新的生命，哦，无论你唔甘，那当你世界这个宗教的历史，跟咱耶稣。一个人是从你死来复活的，好，你拍片来进来看，哇，跟咱基督徒庆祝复活节、复活节，其他宗教无一个人，无一个创造这个宗教的人呢，也无虾米复活节无的。跟咱信主的人，哇，有一个复活的这个日子来庆祝，那虾米是叫做复活？这一人无明白吼。哎，死了，我活了几多复活，是不是？哦，复活意义是讲到一个人虽然死了，但是主要叫伊活了几，直到永远不再死。
哦，一个人啊，活落去，你死去无叫复活，哦。然后你若是去外口去国边个仔，买着存钱吼，伊是讲个人啊，你病人吼死了，哦，死几点钟，几时钱钱咧，红红多多堆，哦，了了去到地方站啊，哦，看到耶稣啦，伊一定真正有法哩记载，哦，真啊是，哦，一个人死活落去是只平常。啊，有法哩代志，有法哩，嗰啲科学嗰啲医学有法哩啊记载嘅，啊，所以复活是一个正正常物件。但是圣经所讲嘅复活，同咱基督徒讲嘅复活唔相。咱基督徒讲嘅复活就是活到永远唔再死，无再有病痛，无再有痛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复活对咱基督徒是一个要紧。耶稣同咱讲，咱要信你。新的人听到会谈到这个复活的生命，但是耶稣叫咱安信，你无够啊！主啊，我无看到，我也唔知咩个信，我是一个复活的主呢？啊，是无？所以主耶稣叫咱相信，伊是一个复活的主，意思是讲已经证明，已经甲世界的人证明讲，伊是已经是一个复活的主了。安怎证明？安怎证明？哦，头一个证明就是耶稣的梦是空，耶稣的梦哦是空，耶稣无在内面哦。有一个阿摩人哦，伊个哩一个印度的宣教传教哦，伊名叫做 Stanley， 伊个哩传福音点正，有一个会教徒同我声讲。我那有一个，我那基督徒无的物件，然后这牧师讲，哎，啥物物件是我那无的呢？然后这会教徒讲，你记一个麦加臣，米卡，就是一个会教徒吼，咱逐逐年去朝圣的吼，啊，去朝圣的，你记一个麦加臣，你看到穆罕默德的尸体，但是你那一个信主的人吼，去到耶路撒冷的当时啊。春一个梦呢，无看到耶稣，你都无材料证明，你能相信的是起来？然后这个牧师就讲，就是安尼款，就是我人的耶稣伊梦是空的，就是证明我人的主是复活的，唔是死来的。哦，然后这回教徒，哎呀，无啥出来，啊，一群鬼的穆罕默德，哦，是的，回教徒来就是无你这个穆罕默德。传落来，是咧创造人是啊，哦，但是基督教的创造人是耶稣，复活咧，伊无伫遐，无啥就是落这边，哦，圣经就人讲咧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，这边讲若是耶稣，若是无复活，咱人所传的啊，拢是无采工的，你人所信的啊，阮是。无差价，因为耶稣无复活，甲外口宗教拢总是上所讲的上相反，拢外口拢总讲的宗教是死了了，哦，啊你什么教啦，教啊好，哦，因为你创造宗教人拢总是死了，耶稣若是无复活，甲因无相差，无相差，我今日咱信主，哦，咱信主就是。咱耶稣跟外口的宗教无相，因为耶稣是一个复活的神，唔是一个死的神，赢过死亡。哦，我系先经过人讲，哥林多前书吼，十五章十九节，即讲咱若是靠了基督，到你今生，那有盼，那是个啦，到你今生有盼望，咱无比正人更加可怜了，因为信主的人啊。常常会拄到一些大的疾病，哈、啊！若是一个信主的人无永生盼望，佮那有今生盼望呢，无用。因为今生过了，就了了，哈、啊！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一件要紧，耶稣的复活是啊，就是一件要紧，哈、啊！咱来看，哇、啊，这是释迦牟尼哈，这是孔子哈，这是穆罕默德哈，这是隆重的。宗教的创办人吼，隆重死个了，廿只一望，廿只望，万载不朽地。那个耶稣是无相，
吼，你若是欲去拜耶稣，你拜朋友咧，耶稣会帮扶持咧，耶稣无多黑面，啊，但是这个宗教的创办人当中，混在地。我今日耶稣复活了，伊唔单止证明给咱看，伊为咱做成只妖精面啊！哦，但是大家讲是信呢，信靠透过信吼，相信接受主，哦，基督甲耶稣，这个复活的圣灵就在咱的内面，咱的生命本来是咱的灵，本来是死了的灵，都是到复活起来。圣经甲咱讲。阿公甲夏娃犯罪了，伊离就死，佮离开了主。哦，这个死去的人无吃了真白的主。但是咱要接条信，相信耶稣，祈祷佮伊，圣灵佮佮收集来咱个生命里面，予咱一个复活的生命。哦，所以今日咱来祈祷佮主，咱来去敬拜主，因为咱个灵活了。好活了，所以咱祈祷有平安，哦，所以咱祈祷有灵力，因为咱的灵活到对面，咱的人物这个上帝啊，所以今日好活的这个主，予咱一个好活的生命，这好活的生命就是救咱人脱离死亡，大家讲脱离死亡，好活的生命就到咱的生命下面。咱人会脱离的死，脱离死亡吼。我做一个比如吼，啊，虽然咱讲完全哈，我写一个读出来啊，哦，你下边推落去就倒了。那是你无下边推无下边脱离，哎呀，这个手震吼，伊就倒，啊，死。像个咱人生命来讲，啊，那是好怪耶稣无大滴人命，哎呀，咱生命。是死，是消极的。哦，咱人所过的每一日生活是属于肉体犯罪，哦，是黑暗的。所以你看圣经这个创世纪中只，哇，很可怜的人，全地人拢种犯罪，哦，上帝必用这个洪水来灭拢种的人。啊，咩事呢？人犯了罪，哦，人的灵死了。无改变，就是来就是黑暗，就是来就是黑暗，哦。然后上帝咱就变了，做一种情况，就是这个啊挪亚，哦。所以上帝今日伊问咱人灭亡灭亡，就是要咱一复活的生命，哦，脱离这个死亡。啊，有一句话咱讲啦，哦，但是放荡人听咧，说人。人惊死，惊死人，人人惊死，人人死。我听到一句啊，人惊死，惊死人，人人惊死，人人死。我听到吼，人惊死哦，人也是惊死，但是先注意人惊死哦。阮惊啦，惊是阮惊疼啦，啊，惊疼啦，死是疼啦。啊，但是先注意人无常了，哦，啊，人对死喷薄，啊，人无惊。咱袂使平安，嘛只有咧扛翻起啊！哦，所以咱无惊，无惊死亡。啊，为人是惊咩？惊死人，死人。啊，死也袂使去吼。哦，我放单吼，放去。哦，这是唔对吼，惊死人。你若讲种人是咩？哦，惊死。哦，但是人人惊死，人人就会死，无变的。哦，这是命理，啊，这是咱的命，就了一个字，上帝讲人人拢有一死，死后上帝要来审判，所以人第一大问题是面对死亡。哦，人家要看病未死，哎呀，不要紧哦，过来做工，过来受你慢慢医啦，面对未死的话，日日去做工，日日去做工哦，哦，然后催你来医你病，未死的。就是人一大问题，就是要面对死亡。哦，所以真侪人等于唔注意，咁生意就用自己办法去研究，哦，希望讲哦有一个办法咧，去解决死亡嘅代志。结果你可能啲世界真侪宗教，哦，一个讲咧，一个讲咧，一个讲咧，拢总讲嗰啲唔对。有
有的人办法是逃避，逃避，哦，想骗，啊，来公司，来公司，去去去去去，出出出，来公司，来公司，哦，但是耶稣跟人讲起哦，人面面对，大家面对死亡，因为咱人对死亡是有盼望，咱是绝望的。到今日，咱主是活的，是吧？你看伊这十字架。啊！有帮我看十二架，咁是诶，啊，为十二架有一个人，为十二架一个人无。然后我看一本册，我讲哦，原来，啥物是十二架？一人无去，因为耶稣学我去。啊，所以人穿十二架是有一个人无去，因为咱主是，系咪？啊，所以今日主给咱人一个食饭的盼望。哦，有阵时做咱人为了世界大事烦恼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世界的代志会过去的。咱要紧的，就是要强调一个福外盼望。福外盼望就是咱第一段喜乐呢，无一项物件会比这个较好。上帝给咱第一段的怜悯，就是什么？给咱有一个福外的生命，给咱脱离这个死关，哦。耶稣讲。福我多意味，生命不是多意味。信你的人虽然死了，也要福我。活着的人信你，要永远无死。这是上帝给咱人一个第一个应允。当咱人看到十字架，耶稣替咱钉死十字架，流尽伊宝血，伊就是为了证明福我。我咱有福我的生命，这是咱亲眼看到耶稣就是无罪的来的。有一个这样子人，会因着主无回馈咯，主无接受伊，伊会埋怨，但是伊袂记了主的心意，就是为了咱福，予咱一个福我的生命。哦，咱爱看会，唔是看咱的供应的问题。哦，咱的盼望应该系在你福我方面。所以你盼望系你学过嘅东西啊，你所过嘅每日你生活无常，你过一个敬畏主嘅东西，你将主第时来啊，主第时要来接你咧，你过一个圣洁嘅生活无常，你未为了淡薄嘅欠缺，淡薄嘅无够，但爱困得住，所以学过嘅生命是真好嘅。死亡唔也是随时会来客人啊！我牧师常常讲，即句话就是我查唔是第四人，唔是第六人，是第四人，所以，咁样死亡随时会来客，咱人唔知。我今朝我同你讲话，可能咱就误会啦。所以我对咱是要紧嘅。问题，哎呀，未解决马仔啦，都未问后日，都未问明年，都未问不到，但是死亡。个代志无解决，咱若是离开了世界，咱就是马上落去阴间，吼、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是故事第一集哩，圣经甲咱讲哩，咱若带一个吊堂帐篷，啊，保罗讲，咱个生命，吼、哦，包括这个身躯是一个天，所以帐篷吼，帐子大。无停嘅流，流苦，哦，真济烦恼。但是主唔是要叫咱逃离这个身躯，乃是要叫咱穿起一个福我嘅生命。生耶稣就是生命，今日死亡无一个名为生命。信主嘅人有永生嘅生命。啊，边个讲呢？死和生命吞乜嘢？吞灭，啊，或者吞灭。出信主的人无惊死，哦，不是无惊死嘛，对死唔恐慌，哦，无惊惊。那我哋的确吼，有一个人，一九四五年吼，这个人叫做迪特里希哦，潘霍华，这个是一个神学家来，对，神学家来。到了1945年，那一当官啊，哦，一梅多啊。我是为了传福音，反然后政府呢，就掠入，掠拢真济基督徒，要判人死刑。然后这个人啊，
你做了什么代志？你家己去自清。你陪伊兄弟白白去死。啊！伊目的讲是，毋是主要，毋是陪伊兄弟去死。目的就是要开兄弟姊妹讲，讲什么呢？讲这个就是了解咩咩唔止吼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开始。女人就咩啊？女人就死去，其实我先走，啊，我无需要你讲不对来，但是为了鼓励女人，让女人在你面对死亡可能感性，我头壳拢立一个榜样，我愿意甲女人白白心肝吼。啊，这个人是一个真伟大的传教士吼。做兄弟姊妹，这个人勇敢去面对死亡，当伊兄弟就了，传道就了，哦，伊无走，伊家兄弟袂袂听，鼓励伊兄弟姊妹，咱人是有活的生命，咱人无需要惊死亡。这结果就是一个。有生命的宗教嘞，啊，有生命的宗教，上帝拯救了人，让咱人有活过的生命。所以这个，当一个人信主了以后，伊规个生命的意义无相，伊规个是一个盼望基督的命的生命，知影无？啊，伊只希望我较免去到主的那边，死亡对伊来讲。不是问题吼。我来安看，活我的生命，会改变别人生命，转化生命。啊，大家讲转化生命吼。活我的生命，唔是改变咱个生命。不像我所讲，即活我的生命，即到咱个生命内面，咱旧帮的旧的生命，死的生命，离开了咱，然后咱个内面的灵。活动的古邦人是消极的，哦，是绝望的，是惊吓的、惊死的。但是当这个活化生命在咱那边转化，点子改变咱，点子咱个思想有盼望起来了，哦，个思想对主有信心了，咱个思想勇敢的活落去，个思想有信心来面对隆重的困难。每当面对主的点子这个耶稣，带你看无天的传领样，吼、哦，每个是带你军队主变主，感觉会变主安怎？离开主，什么所谓耶稣？耶稣就了，吼、哦，每个带你相信主，哇，相信主会做只一神迹，但是感觉会耶稣就了，迷信了。做转化是一个，信主是一个过程，有起有落，起落有起落。虽然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但是咱有信心，但是咱有软弱，啊，但是咱有盼望，有但是咱会绝望。但是到尾，咱看到咱生命是得胜。所以头先经点解你看到咧圣经，无钱耶稣的必得，那个每活伊为主帮助生命，哦，因为靠我的主，每一步一步看到，无停转化一生，转化他的生命哦，哦，好给我们开口哦，啊 ，OK， 所以弟兄们，今日咱人有一个靠我的生命 ，OK， 是靠主靠咱人，所以咱人每个 step 每个字，我今日先做，今日啊，这个靠我的主。我把那点苦，我有改变，啊，我有改变。那是我停下苦了，那是我未记了。哦，咱们面对自己的问题，咱们面对自己的问题。主要传的人，你一步，为人把你办多点事，唔呀不是离开了。啊，为人把你好些点事。所以今日兄弟姊妹，一个人若是讲，哎呀，我相信主是活的主，一生也无相，哦，
伊有影是每一步面对主，伊未离开主。就算你离开，哎呀，伊阁继续对待。这是一个奇妙的。咱来看头一个人，莫大拉的法利亚。当时耶稣，当时耶稣被害，然后死过十二架，然后有时候领导就将伊尸体给扬出来，第一个就是坑，耶稣时代一定忘记啦，互相吼，就是哩坑，然后就是乜，啦将尸体喺啲里面，包好尸体啲里面用白布俾扣起来，因忘记哩坤。然后这个罗德拉玛利亚是一个只有福气的查某嘞，耶稣福过伊点子啊？头一个人就是伊全部，就是伊看清。这查某是正特别的，这个查某是圣罗德拉玛利亚是曾经身躯七只鬼，耶稣给伊赶出来。做一个罗德拉玛利亚，哇，大大的经历个主。大大的经历主，经历主的圣洁。哦，伊在讲，伊在伊当这个耶稣耶稣的这个时期，伊大当车，有一班的查某吼，有夫人吼，不是这个香膏吼、香膏吼，要起来告发耶稣的时期。然后这莫得了玛利亚，就是走地咩头里，走了去，去到看无人。看到咩？看到天使，天使同佢讲：，你睇咩片？甲其他门徒讲，你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然后就我甲阿玛利亚，就走去找彼得、阿John。彼得、阿John来到这里望了点子，看无耶稣是你，你就问咗：走咧？看无咧？走呀！但是这摩德拉玛利亚不是，伊坐在门口，伊看无到耶稣视频，伊坐在门口，然后耶稣问我出来呀？耶稣问夫人呐、夫人呐，什么事？哦，然后这摩德拉玛利亚讲，先生啊，你有耶稣的身体条，视频条。咁那是亞氣，我傾到幾好啊！然後即係耶穌，我叫你瑪利亞，你背過嚟看，我那是耶穌，你個要叫有耶穌先得，唔係白個耶穌，唔係學耶穌真。所以即係瑪利亞是一個只愛主嘅姊妹咧。所以耶穌當耶穌，當耶穌學我頭上大尖子去吹安慰。哦，咪可以作動，啊！即係查某是前一先問咧，哎呀，喂主，事體係冇事咧，哦，接落嚟我所盤對所上線嘅耶穌冇事咧，身體冇咧，唔知幾個攞嚟激心合，所以即係查某哦，而家是彼得同 John 哦，國家愛主，彼得咧狂暴咧走咧，走咧，但係即係查某冇事，治療好。耶稣未使唔存喺，耶稣存喺，帮佢耶稣嘅事。所以弟兄们，有阵时咱人看无，咱人祈祷吼，成日看无到耶稣嘅。哎呀，成日看无主，看无主，主人走边个路嘅？但是咱人咪走，咱人祈呀，祈呀，耶稣出来找你，耶稣唔是出来找你。好，所以这里。姊妹吼，是嗰啲作伴，耶稣学过佢又鸡皮嘅声，后面嗰啲吞望佢，哦，嗰啲耶稣老师，嗰啲耶稣老师，落来，耶稣学过佢又，这里一班嘅查某人吼，一个惹了贪污吼，我时我讲贪污，俾佢嚟告白耶稣，祈求真相时。耶穌的屍體已經復活了，無敵了，哦。所以大隻查某身體，那人大隻查某大隻班的查某，咱學到一個功課吼，就是咱屬奉主啊，特別
两条命吼。那个有一个查某人吼，当耶稣讲伊要死了，要死到十字架了，这个查某马上对伊个膀胱祈求耶稣去拍破，然后来告发耶稣。然后边仔个人就讲：“哎呦，你怕死啦！啊，你怕死咯！”但是耶稣讲呢，伊所做嘅物件，你若买做，买做字，因为是为我嘅葬礼来做，来供奉嘅。所以咱侍奉主就是要掠着，等到咱机会当下，啊，来侍奉主，哦，来侍奉伊，哦，唔通等到哎呀无了，无机会了，无机会了，哦，但是上耶稣佫是有怜悯，哦，这个这班人查某。找无主啊，佮对面点子啊？哎呀，耶稣，我是到处现在面头前。哎，家人讲，哎，我好乖呢，啊，你较紧去找你，找其他位哦。啊，副帮军队，我女儿讲，我耶稣已经服我了。然后，我这个以马忤斯以马忤斯的所在吼，这个两个人面头都一边行一边行，一直讲。有一班的查某可能耶稣服我了，但是伊无去望看，无去查，惊，讲来讲去，就是伫讲了。无你即阵点子啊？耶稣个方向出现，甲伊讲，你哪同你讲啥物啊？哦，然后你又回答耶稣，哎呀！啊，先生啊，你又唔知耶稣吼，你唔知咩是耶稣？先生，你唔知咩？我啊，这个我咱就来所喷红的，这个耶稣吼，伊死到十字架了，到伊讲三日复活等字啊，唔知有影无没有？哦，耶稣，佮接耶稣，佮人解释圣经，哦，佮你顶头都袂，听讲哇，讲到你讲我要开始明白，我原来耶稣佮你死来复活。是有影的，哇！一听咧耶稣的解释过后，心内有回转，哇！有相信，吼、哦。等然后伊个接待这个神圣后，伊唔知讲这是耶稣来吼。接待呀啊，这神圣去到伊个厝，然后耶稣在边边点是，哎，伊嘛就咁关起来，原来伊是耶稣来，无影。所以耶稣后边点是嘛，做只真奇妙。我一个去找，一个去找，啊，找伊面，找伊面道吼，啊，耶稣就你啊，只听有伊面道走去了，啊，无一个老鸟，啊，但是耶稣无是你听下啦，啊，再讲咱人惊了，笑了，伊阁是走去去找伊面道，哦，为了要改变了生命，或者把你绝望的，阁走，有心情起来。然后耶稣要去找彼得，找彼得，然后佫找十二门徒 ，OK， 找十二门徒，现场有人看吼，这个十二门徒吼，就是耶稣错念，吼，也是耶稣门徒，当耶稣就列咁就走了，但是你看，当圣经记载吼，当耶稣出现了之后。有一个人伊无字，这个人叫做多马，阿妈话叫做托马斯。多马是一个真正奇心真难达的人。伊听到真济物件，即讲话耶稣已经到你死来复活了，但是伊阁是无相信。吼、哦，伊家其他面都讲，除非我用我的手吹住耶稣的手。手一只耶稣这边滚，我马路看真正相信，这个人是一个疑心真大个吼 ，stop 的不相信主，哦，你来读圣经，感觉这个人吼，为着给耶稣反应，哦，耶稣讲我不是堕落自己生命，你又多嘛就极插嘴讲，耶稣啊，你去呢条路我咪真去咯，无相信你吼，吼，无相信。这个嘛，对耶稣所讲的名是真啊疑的、怀疑的。哦，伊个人知影讲耶稣死了，但是伊无想到耶稣三年半，甲伊讲复活的代志未记起了，未记起了。
别提跟他比啊。然后耶稣不能免吼，教个尾不出现，来教多嘛不了解，叫多嘛，你也要手吹过我的手，也要手吹过我的骨，吼、哦。然后多嘛，有影安怎？啊、哦，主啊，我也是为主，要偏拍到你裤脚，吼、哦，拜耶稣，拜耶稣。然后多嘛。最后，因着耶稣的这个代志，一生难改变。哦，去到印度，啊，阿富汗的所在传教。啊，多嘛，在哩印度里建立了七间教会。哦，五间，无敌啊，全五间。啊，所以这个人多嘛，虽然是一个怀疑主的人，对主真正无信心的人。等于基督耶稣点下基督这个复活，做到是规个生命改变起来，规个生命改变起来咯。为主传福音，甚至伊是何一个啊？伊是哪死咧？伊是何人用咧？那棍插死，哦，我忘记，安息，殉道，哦，死亡。后来耶稣。去到这里，提比利亚的海边，哦，找了别人，哦，两夫妻哦，彼得，彼得三刀无认主，啊，来啊，耶稣来处理我，所以可能耶稣头主啊，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罪人，啊，但是耶稣不离开伊吼，耶稣没有十八了，十八个鬼也都没杀乌哦，没杀刀，你爱我哦。必定会来吼，啊，三到五啊，会必定吼，哇，必定有影是目屎流落来吼，哦，必定讲主啊，唔知啊嘛，系唔知，三到五啊，未得主，啊，这里无认主的人，主们叫伊归来吼，所以但是系你知无啦，无分啦啦，十零岁系咁分，啦啦，安装啲归去，耶稣，嗰时可能机会。哦，所以耶稣这个彼得吼，有一个名吼、哦，就是叫做安怎讲嘛？有一个名，有一个外名啊，人叫伊盼望的啊使徒哦，盼望的使徒哦，盼望的使徒。哦，伊本来是绝望的，但是经历个耶稣，伊甲人讲。主给咱的盼望是爱，吼、哦，彼得前书头一章第三章到第四章，吼、哦，这是讲个关颂赞，归给咱主耶稣基督的百姓，吼、哦，伊教了个，因为上帝教了伊无怜悯，就将耶稣把你死来复活，给咱重生啊，咱的生命，吼、哦，叫咱有爱的盼望，吼、哦，咱凭着未歹未垃圾未污。诶，这个啊，产业，哦，产业，哦，得经历个主，哦，必定经历个主，经历个主的怜悯，哦，生命充满了盼望。人家因此跟他讲呢，讲，必定讲万万物的结局尽了哦。这个世界当中有物件尽了，哦，如果你坚持自修，然后坚持祈祷，你无停祈祷哦。因为点子啊，要靠了。都这阵时阵吼，但是只嘛，咱祈祷吼，唔是祈祷个技术啊，哦，祈祷个技巧，咱要祈祷做保守咱个生命，哦，因为点子啊，唔要靠了。哦，你记吼，世界末日来点子啊，唔是靠卡币，山壁个了嘛，唔是了。耶稣阿未落在乎点子啊，一成提不起啊，一成假如。背脊吼，在这啊，旁边在这吼，提不起吼。侬谈个不标准的吼，耶稣他来不及吼，先提不吼，那还是无准行出去吼，准老掉，我变成老花光线。OK， 那主这一定有跟咱讲，咱要坚持祈祷吼。然后耶稣复活过后，
一个伟大有一个大使命，使命去传福音，传福音，讲也是这个伟大军队主安尼古以来，伊唔知不是大使命，哦，未了，但是也是学过咧头长头短，只不过去传福音，哦，叫人来信主，哦，也是学过尾后，我是向五百个伟大上天，可能看到我耶稣已经复活了，然后安怎？神天五百个人，包括伟大五百个人看耶稣成天，这个五百个人，你若是读这个啊教会的书吼，这五百个人死了，死了，为主死了，为主放下自己生命，哦，为主做见证。耶稣是讲，耶稣不是随便可能看到，反而是看到伊，就是已经被为主来，为伊来做见证，为伊来放下生命。保罗，接落就是保罗，每当看到耶稣复活了，升天了。你听到耶稣的交代，你去传福音，但是就是这个人，保罗。保罗就是被列基督徒的，啊，伊之前面就是扫罗，哦，列那种信主的人被列，但是耶稣到你保罗，保罗啊，到你保罗你见怎子啊？耶稣会召伊，讲扫罗扫罗，看你是不是被列，啊，到那边怎子啊？这个保罗经历得主，经看到复活的主，归人生命改变，传福音，哦，甚至到每一个为主放下了生命。所以每一个人看到这个经历的主的，看到这个复活的主的，让生命，感觉每一个为主放下生命。哦，我背出本册哦，这是After Christ 啊，我哩弄 AD 两百三啊，三百米 AD 三康时啊 ，AD 三康时啊 ，After Christ 三康时，到一九八康年哦，这当中里面记载就是为耶稣放下生命的基督，这里。阿咪人，历史几年，哦，要徛伫这个要枕头位，点啥呢？要祈祷阿咪边仔人写落来，所以看了这本册，哇，也是，哦，你心里跳吼，为何为办为小事吼，为枕头，为何何西啊，疼死，哦，当中唔知个情况，随便了，哦，这是其中有记载吼。所以人总是这样子经历得主，经历得主，就讲耶稣是一个复活的神，也愿意为耶稣放下自己生命，为耶稣死过十字架。哦，保罗基础是必备教会的，但是你看经历得主过后，你讲得出话，我已经跟耶稣。当定十字架咧，讲起挂掉咧，唔知无不再是我咧，但是耶稣在我内面挂掉，并且我今日我肉体挂掉是因着是因为神的囝来挂，哦，伊是爱我的，我愿意为帮神。所以弟兄们，等咱讲咱认物主为复活的神，点子啊？咱有影是实到这个味道，安尼款的认物主。可是咱人有影是，哎呀，咱人真是伤心了，无准备为主来放下自己生命。也是即款，耶稣的复活，唔要有一个灵力，改变咱人生命，让咱有影是完全哇来改变了真。主啊，死了伊，我愿意死，我愿意来为主做见证。咱人特别客气了。